那2021要最推荐自己的歌的话，应该是《光亮》。2021累不累的话，那当然是累的。用一句话推荐我的跨年舞台，就是这里有你想不到的，周深也想不到的周深。2022的愿望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好听的歌、有意义的歌、好看的舞台。一个关键词形容我的2021：努力。用一个情绪的词总结2021的话：满意。用一个关键词对2022的期望，那就是继续吧。